康永哥，我觉得跟你聊天好像需要有那种国文课本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咱们得注意，然后再拔蜡就是大姐的男朋友。而且他常常夹在我们中间，都会这样子。早起。哎呦，干嘛嘟嘴巴呀，武松？那武松不是一出来手手情，已经很像。我对姐妹的男朋友不会存有任何的性幻想，或者想跟他怎么样。真的？那万一你一直是老姑婆怎么办？你放射什么仇恨的光芒啊？勉为其难就跟你搞一下好了。你都跟他搞了会被劫。我跟你搞完之后，你就会说，好了，算了。我好想看你大发雷霆。我的脸长得跟他不一样，我完全装不出这种。对，我刚刚要是你，他就会这样。你是哪一家的？然后再说是是立堂。还在笑。不会讲这种话吧？我不会，我会说王八蛋，可是我但不会用到这个。你不会，你不会说啊？我真的觉得这个制作单位好奇败。讲完奇败还要这样子吗？你本来就长这样。夜色昏。唱得很有感情，跟很好，可是你眼睛一直在放空、啊。我在学他被关在箱子。真的。所以事先要看仰角十五度的位置，然后腰杆要不要摆那个表情了？老师他一直这样。他常常这样做。对对，我会常这样做。啊，我真的会跳舞啊！因为他如果被小孩子欺负，他就会急的气急败坏，就会跺脚。对，所以观众如果再看的话，会比较可怜刘真，会觉得小 S 比较欺负人，是比较有力量。你怎么讲梦话？你怎么讲？我不是你，微博。你是起鸡吗？你那感觉像肉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途中，我有几度其实是在看男老师，因为那男老师的眼神一直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他你知道男生压力有多大，因为女生已经不是厉害的，他们就要时时要接住女生，可他又要摆出那种你知道自己很厉害的表情，可他又要害怕，就是你知道，在看很难看的戏，然后还要耍狠，就接住这种整一个那个。你一开始那个 Bota Focus 就是这个，对，他练超久的，他练了整整两天呢，就这个动作，他里面没有这个动作，他第一个动作，他第一个动作被甩出来，他就已经快跌倒，太大力，男老师还差点，有一个他自己叫那个，而且怎么可能会什么？甩太大，还有一个这是什么？奇怪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像火鸡，但是老师说这是他很适合跟纳豆一起放枪，他完全是纳豆这个路数，没有人摆这个啦，要有风声在吹你，你现在是自然的，还有，有点好搞的。就是很旧，你不觉得有时尚？你超级 old school 的。他如果不要，我好伤心。他要排除掉 old school 的话，是身体不要扭吗？对，不要扭哦。然后因为他好像身体一直在动，可是他表情都一样。嗯。嗯。林奇比较适合啊。不行啊，好朋友的，我跟小的还有职业病，我跟老的比较。你一讲到林奇，他就得对那个人放电。你不能用平常人的表情去看人家。不行，英姐不行，小梁跟大梁，我跟大梁比较好。我觉得梁导演一定很紧张吧，跟他说。哦，这是我爸爸。超像的，哦，超像。他就是现场看人。戒掉，
戒掉，就是说双方这样笑一下就好吗？好好好，人家服务生来问他小姐你要吃什么？他就是人很好，然后他条件也不错，一切客观条件都很 OK， 但是他就喜欢大声讲话。可是问题是你讲话，你讲话也台湾国语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他讲话大声。想跟他出门呐，你就窝在家里，你就叫他大吼大叫。窝在家里会出事，不行啊！你就说没关系，我来叫。约会怎么可以窝在家里嘞？对不对？你就说你来就好了，先生先生。我才没有呢，人家在叫人家呢。我们家的，我也觉得他是俏皮的。他不会说你怎么，但是可能会有娃娃音之类的。王小瑞娃娃音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沙哑，也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有小女人一面的女生啊。嗯，什么是沙哑的娃娃音？因为她，宝贝，这林志玲生太以后的声音吗？宝贝，所以你有最想要讲哪一句脏话吗？一个字的吧。你连在家里脚不小心踢到桌子脚痛都不会骂说？他在家脚踢到桌子，他就说加油。下一次不要再踢到了。OK， 我们今天要教的英文这个单字叫 fantabulous， 然后他们就要说 fantabulous，very good。我们今天要教的单字是 delicious，very good。你好会哦，耍贱真的你超行的。我只是问他，你觉得这个音乐类型真的是符合你所要的这个曲风，然后你的诠释方法达到那样的水准吗？这也不算太难吧。他可能是不是以为你在讽刺他？我想可能是，我觉得很有点抱歉。他那个挑起眉毛的眼神，你觉得你我是不是很懂得认错？这是你要的音乐曲风吗？你学得好像。我刚才在那个录影前偷听他们聊天，我就还蛮想掐其中一位。呀呀呀！因为他们其中一位就问另外一个说：“哎，那你读的是什么东西学校？”他说：“哦 ，fashion marketing。”然后聊什么时候？巴拉巴拉，他说 ：“You know why? You know why？” 然后又问了：“哦，像他女儿，他女儿好像听说是念那个什么的。”好像是念一个。你知道儿很那个儿？我知道。对，你应该不太爽 Melody 吧？我念的系是政治学，还有国际社会，哇，好严肃。Political science 跟 international relations。你现在想笑吗？你现在想笑吗？想笑，你想笑。可是你做的事情跟这个完全无关的。I know， 可是你们政治系有像他们那么疯狂吗？就是可以大聊这些。你说 sex？ 对。呀，我觉得在美国， you know， 受教。你真的在拍，金发尤物吗？我没看到。在美国， you know， 你这样干嘛？你真的。你看，引起最多讨论的是你。真的吗？因为你就是一直在那边装出。对。You know， 可我不是装的。You know why？ 因为你知道。You know。他就说你怎么好像变得比较圆，就是他就没有说我瘦之类的啦，像你们都会讲哦你四肢很纤细什么，他都不会讲这种话。他说他是不说谎的男人。然后前一表情真的很前你跟你小孩讲话有这样吗？要不要喝奶？不要喝几滴，不要喝好不好？我要好吗？你很烦，太怕。因为你有规劝那个焦糖一定要收看自己上的那一集是吗？有。他那什么表情？不是他，你要演，要演。有这么夸张？有，你在哪有？我看今天很多女生的嘴巴都把我惹得很毛。怎么了？因为打从我一坐定下来啊，那个衣锦他就一直跟我这样。因为他嘴型就长那样。没有，他刻意经营出那种的。你一直给我叫哎，你再给我叫是我很放松。你这有没有放松？因为感觉他有把上唇往上翘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放松的。放松。他刚才跟我说那个可爱的样子。什么事？我们说放松，他还讲。放松了。哎，西西。
犀利，犀利，你刚刚太可恶了，你刚刚咕噜的时候，你的脸颊有晃过吗？有吗？你今天确定要跟我一起洗吗？你要逼我亲你好几吗？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跟你聊的还好吗？我只记得我被小姐姐丢笔，然后跟她一直跟我说你放松，你放松，你放松。哦，然后我就我松了，我松。因为她的脸被你抱怨说她一直在装无辜，然后放松不了。她一直这样子。就立威廉，他有没有在装很无辜的样子？他有一点无辜的那种长相，感觉他刘海底下的眉毛是已经翘这么高，所以 S 上次摔笔就是在怪你说你干嘛不放松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说你不要再装了，然后笔就丢过来。所以你不要嘟嘴啊。我没有嘟。你眼睛不要这样子抬高的装无辜。好，放松，好，尽量放松。很松。啊。有笔有笔。丢了。我真的松了。我真的放松了。所以你如果没有刘海会长怎样？可是我没有画眉毛。弄起来看看。来，我讲。你们看，你们看他什么事情？他每个人都，他每个动作都精致的算过。因为他撩刘海的时候，他会撩的时候，他会好像站不稳这样。对，他刘海很重，所以洋娃娃被风吹到这样。就这样。有点弱不禁风的感觉。真的，你好厉害啊！我就觉得他是天生自然散发出来的，所以他如果包包掉一样，他就说哦，对对对对，就赶快你去帮他找。你看他过了牛犊子，又在找，哎，找不着，找不着，找不着，眼睛会颤抖，因为他整个人就是很无助啊，他找不到那个。所以刚才来我们中天的路上都找不到路吗？还蛮顺利的，他是会原地打转的人，就是说他就说李景，他就叫嗯，再叫我。哎，赵哥现在心里在幻想，把他推到墙上去狂吻的时候。你不要看那个，你不要表情，我会出事情。你不要表情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出事情，我跟你讲。结果那个女孩子就找了兄弟。还有太妹要来打我，好会扮演牧师。就徐世奇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怎么样？然后就这样在我家门口这样，我刚刚看到，我知道，我懂你。徐世奇，你这个狐狸，我一定要柔媚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动作都这样子啊。OK， 好特别哦。你现在在学校里面，你什么嘴？你什么嘴？他会自然的摆出一个感觉很刻意的那种，他会一直不自觉撅嘴那种感觉。对，而且他还会这样哎，不是，我没有故意，这是习惯，我相信。我们是走比较日系，像现在 AKB 的风格，嗯，还有叛逆怪女。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可分的表情？他说 AKB， 嗯。干嘛干嘛？因为从头到尾，可芬坐在那边的时候，脚都在翘在半空中。他会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蛮做自己的耶。你做自己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所以你私下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就可能比较戏剧化的人生，就可能反应都很大。对，就大到就跌到地这样子之类的。那个水枪拿来。我说我家新妹妹。新的哦，你如果再用上颚共鸣，你再想就试试。请教一下上颚共鸣是？他把声音弄送到上面，大家都会啊，为什么不会？大家都会啊，对啊，他那共鸣腔还在上面，你又不是腔共鸣的，你没有资格说别人没叫。不要对前辈生气。他不是鼻腔共鸣，对。你点头的姿势有在故意斟酌吗？要不然一般要怎么点头？因为他你问他说是过去吗？他就直接这样叫，他也这样。他点的比较大力耶，你没有看出来吗？有没有看出来他那个样子？还有吗？新咩咩。嗨。你干嘛？你也是公仔呀？徐熙娣。伟轩，你很驼背耶，你怎么了？伟轩，你不要再装出听不见的表情好不好？真的一直这样，你知道？